香菜棒棒糖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露。 OK， 今天要开箱什么狗东西？香菜棒棒糖。OK， 来，我们今天就要开箱这个白痴棒棒糖。这是香菜做的恶心棒棒糖。我本身呢是不太爱吃香菜的啦，然后我就看到有这种恶心的棒棒糖，所以今天我就下来试试看咯。这么打不开，我命令你去拿剪刀给我。 OK， 谢谢死肥猪。哇，好像哆啦 A 梦的铃铛哎！快点！哇，好多棒棒糖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一下，你一个，你一个，然后我一个，我们来试试看一下这个超级难吃的棒棒糖。OK， 给大家看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超级恶心香菜布里敦阿便棒棒糖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来试试看一下这个香菜棒棒糖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讲一二三，才一起吃啊。OK， 一二三，一二。好吃没？我不觉得好吃啊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像在泰国吃那个生腌虾，然后那个虾烂掉的味道，恶心哎。好吃没？恶心。连我的侄儿都讲恶心。好吃没？什么味道？像蟑螂的味道。我第一讲这个棒棒糖像蟑螂的味道，我再试试看一下，浅尝一下，再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。这个是超级无敌难吃的东西啦！为什么会有人要做这个恶心的东西啦？ Fuck！ 这个东西 no 淘汰，恶心，难吃的要死，鸡白。